把酒杯啊，帮我端过来。我敬大家，嘛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永远少年。感谢，感谢各位。今仔日唔难，我的爸爸来个现场，而且另外大家官嘛来哦。我就是在记导游头家赵记仔先生，以及头家娘李金秀女士，要邀请两位就来来替咱讲几句话。看了，看了不？出招呢，卖菜，我一枝独秀。有人通知我爸爸要上台啊！哎，应该啊，无要紧啦。啊，翕只相啊，尔，无声啊，像现场遮侪人，嘛无可能发生什么代志啊。哎，他们在烦恼，坐啦，坐啦，哎。爸妈，啊，你们都赶紧上台。是安尼啦，因为我大家官哦是故意人，真无关系出风头。无只拜托大家，互阮加一挂热情来捧下声，鼓励我大家赶上台，好不好？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来了。各位，恁甲看卖。我的大家官哦，食到这个会啊，感情阁亲像少年时，感觉遐尼啊甜蜜。这是我做形势的啦，我嘛希望我会当甲我先生赵英凯，会当亲像我的大家官同款，做今日是谁示范。既然都已经结婚啊，都应该互相守护对方甲永远。爸，你讲我讲安尼对不对？哦，这不一定呢。根据我所了解吼，咱即摆的离婚率足高的啦。讲有50%啦，也就是讲吼，100对结婚内面有50对才会当参像我那咧牵手规世人啦，吼。你看，我牵咧爱随家放掉，嘿嘿嘿，歹势啦，吼。啊，这放一条无要紧咧，另外迄个50对吼，才有凄惨，才有可怜。两个吼，啊，话离就离。啊，有诶，母工吼，一个要离，一个唔离，一个要放，一个唔放，吼，迄叫痛苦。恁甲想看卖啊呢？两个人都无感情啊，啊，逐天爱住做伙，啊，两个逐天安尼四对相像，一个相啊相几落十年，迄偌痛苦，恁甲想看卖就知。啊，我算讲吼，甲人无共款啦，啊，我都吼，互阮某安尼拼死生囝。啊！伊就拼死顾囡仔，啊！我就拼死打拼我的事业，啊！所以哦，才我到医师甲即阵啦。啊，若无哦，若七少年八少年啊，那时哦，你较想看卖啊？迄两个人安尼都无缘啊，都爱硬烧对象啊，上几落十年，你看迄款的痛苦，真正是可怜呐。爸，来啦。安尼老头家哦，嘛真够讲笑啦！安尼看起来吼，恁一家伙啊哦，安尼吵吵闹闹，应该气氛做好诶，嘛毋是认真诶啦吼！恁吵吵闹闹嘛毋是认真诶啦！啊，前几工啊哦，迄网络迄影片哦，应该只不过是恁家己在闹着玩的啦，毋是真诶有心结啦吼！啊，关于影片吼，阮嘛当咧想讲，毋知虾米人流传出去诶啦。阿官大为郎的侠念啊，直来直往，有话直说。阿亲人嘛，总嘛写到最高啊。阿愈冤感情愈好。迄天的情形哦，其实讲实在，我本身个性确实有较娇嘞，啊有淡薄仔误会，所以我伫咧生气。也毋过好在我的大家官真有耐心，甲我按耐，写解释给我听，还佫包容我、原谅我。后来哦，拢无甲我计较，我实在是感谢伊的啦。啊，所以你看，我的感情哦，就是安尼，伫各种的磨难当中哦，感情煞变得愈来愈好啊。啊，就亲像今仔日啦，我大家讲哦，
传小姐啊，跟尹太太来，就表示讲哦，阮一家和乐啦。迄就是讲，恁一家人感情有影真好。啊，不过影片内面又搁弯又搁小妹，看起来真严重呢。啊，迄拢是断章取义啦。啊，该解释我拄则有哪有拢解释过啊，所以拜托的啦，各位，请恁唔好因为某段影片的片段来那个回温。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啊，我就是这位潘倩倩小姐的同事啊，啊，伊的影片哦，就是我录的，啊，即马为着要证明潘倩倩小姐有我安尼友好的大家官，有我安尼关心的大家官，我要问伊几个问题啦。啊，美姐，啊，先来啦。啊，今仔日贵宾真多，啥物人要上台，阮都安排好势啊。李嫂，啊，我问你，你敢知影爸妈几岁啊？唔知影哦。啊，你做人新妇，唔知影你的大家官几岁，安尼敢会用着？啊，你既然唔知影因几岁，那安尼你应该嘛唔知影伊的势力对不？你的势力拢唔知影，那安尼血型嘞，你敢知影？我嘛知影，你连血型都唔知影，安尼你就输啊！你敢知影？卡输讲有一天爸若是出代志，需要捐血，那呢你就无法度表现啊呢？你哪会这样讲啦？真正是啊，是不是太困难啊？这个问题，我紧跳过。我问你一个上简单呢，你敢知影爸爸妈妈的生肖？你敢知影？你敢知影？你唔知影对不？啊，讲我的嘛用的啊！你讲啊，你讲看卖嘛，你。阮小金嘛，真正是做爱滚生笑的啦。啊，拄只伊提出这个问题，拢是关系到个人的隐私，所以我无想要伫个这么公开的所在回答，请各位一旦包涵哦。啊对啊，今仔日哦，阮大通集团有针对时代开发的一台泡脚机，这对时代人哦，诶身体来讲实在是真好，所以唔叫怕算，要伫个今仔日的营销晚会点名，要送阮大家官一套。要让伊优先使用，买单先刷进我这个做人是谁好心。爸妈，啊，恁什么人要先坐来，我来给恁洗脚。老婆，看到你，刚搞欢喜，伫大家面头前，搁要替爸爸妈妈洗脚，恶心想吐，受不了。原来潘倩倩小姐这么友好哦。现在哦，就是少年人都已经做不到了耶，这么好的新妇要去哪里吹？哎呀，对吧？老师都有好的耶。我了，爸坐啦。爸，不然我先替你烫鞋啊，烫袜啊，这个。没，我该烫了。爸，那我今晚给你洗卡。姐姐，哎，我喺镜头旁哦，你给他录住，我就要巴肚呢，啊，录袂着。哦。哎呦，啊，你放药了无？什么药啊？嗯，啊，恁大通这药唔是咧专门咧治胸肝卡，啊，我胸肝卡刷着过个火子下，我惊甲你传染着啊！爸，爸，啊，你有胸肝卡，去叫我甲你录卡旁，你也叫泰哥啦。好，你讲阮爸是泰哥人。啊，唔是，我是讲，我唔是。我跟你讲生气话啦，你看，我这脚底不是我跟你臭蛋，你来看啊，白泡泡又绵绵，搁红膏赤赤，你看啊，这袂输敢那嘿小婴儿迄屁屁感觉，看到都想要咬一嘴啊！啊，你讲到吼，啊，教我你外亲，阿当，这你都无了解啊，所以你若要讲教我真亲哦，我承担袂起啦。拄着咧，啊，今仔唔敢叫一下讲，
谢谢哈。浅浅啊，你若讲真正讲钓个人袂合吼，就莫勉强啦。就参手机在讲尔，啊人斗阵哪艰苦，迄后半世人是孤孤单单的，迄人生哪有什么意义啦？啊，嘿啦，今日这场面我是做面子给演开啦，我唔是来做你的道具，我配合你演出的。后回若要演吼，啊你来请迄个较专业的，哦，啊演得唔再行，来来来，我先来走，来，啊这边，也是莫提洗面哦。爸，你真足牛的，喷啊，拜拜，我来做啊，拜拜。老弟，孩子。上一次。哦，我就讲咩，姜还是老的辣，爸爸一看就个潘安娜，他个乌鲁木齐去啊！啊，你是安怎？把洗脚洗了无够过去。对不起，这边跟你说声，你无代步就耍来乱闯啊！免牵拖你面子啊！伊安尼对你真客气啊，那不是你存心要利用阮爸阮妈，嘛无这个代志。要怪就怪你家己心机上当。就是讲咧，想要找机会收你运哦，什么人收你，什么人佫唔知影。小心，厕所隔墙有耳哦。啊，这披肩哦，行李真多谢你啦，我要回来啊。我将这份感恩的心，做出上好的道理，要来回馈予大家。今天上门啊！我调配过的道理，加上我向你的话的道理，参参做伙去的，加一点。做诶，你的道理是毋是用我下的道理做诶？德宇，你偷摕阮爸的心，我就绝对无可能原谅。